Gratias tibi pro patrocinio tuo. Plurs homines propter unc canalem non tae debit. Gratias ago tibi.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ass。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议题就是，房子会不会跌价？其实以 Mass 个人看法来讲，其实房子会不会跌价，其实这个东西这个问题很重要，但是又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要买房，那房子跌不跌价就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你不买房，那房子跌不跌价重要吗？也不重要，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需求。那先讲房子为什么越来越贵，因为什么东西都在涨。其实你看，现在房子已经跟以前5年前、10年前、20年前越来越贵。那我们用相同的东西去对比，像土地，土地从小到大，是不是土地都一直在涨价？那再像汽车，汽车是不是也都一直在涨价？你像以前在40几万就可以买一辆车，后来以前说百万名车，就是超过100万的车子都非常的。就是非常的贵，应该讲说，你如果有一台百万名车，都会被别人羡慕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看车子，动不动就超过100万，那就像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吃的东西，我们从以前去买科学面去吃一碗面，就用最简单，就是像珍珠奶茶一样，珍珠奶茶以前一杯才多少钱？35块、40块，现在一杯都要70、80块、50、60块，为什么？因为通膨，其实房子会不会跌价？以目前以妹子看法来讲，跌也会跌，但是跌价要看很多因素，就是像涨价是涨价也有很多因素。那以目前来讲，人工成本的上升以及原物料的成本都在增加。就是人家所谓的通膨，就是你只要发现你是周围面粉、鸡蛋任何东西都在涨价的时候，代表它成本越来越高。那相对的，这些建筑物、这些人工、这些所有的时间成本，其实都一样啊，都一样会跟着涨。所以呢，房子还会跌价吗？会跌，但是。房子都有一个规律，就是房子会跌价，但相对也会涨价。但是你长期来看，房子至少它都是属于一个上升通道，只是说这个上升通道的幅度是很快，然后突然暴涨，或者是说缓缓的涨。那以目前来看，就是以台湾的房子来看，个人看法，其实它都是。你把现在房子的价格，你回推10年、5年，其实你的房子的价值总价都是涨的，只是说涨多涨少，当然也有跌的，对，但是是属于少数。那房子涨价跟跌价其实还有关于地段跟区域。简单讲，你现在可以看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台北市有很多40年的房子都很旧。你说房子跟以前40、50年前买的时候的价格一样吗？没有，是它的好几十倍。对，那现在它贵不贵？也很贵。所以呢，你说房子是涨还是跌？你长期来看，房子好像只有涨没有跌。但是你说不会跌吗？会跌。你像简单讲，就像我们看中国例子，中国现在目前它的房子的房价其实都已经开始下跌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整个全球经济跟环境不好，那很多人有可能就失业，失业之后有可能就交不起房，所以有可能就会引发出很多人开始没有办法还房贷，或者是没有收入，那也不可能会有房，也不可能会有需求再去购买房子。
那是，但是以 Mass 个人的看法跟 Saul 的个人研究啊，就是其实未来的世界的变化会变成说，所有人都会往精华去居住。简单讲就是，以后房子，因为房子现在的确已经是供过于求，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去住在很便利、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说，类似说，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往台北市去住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资源充沛，它的交通便利，然后它的就业机会各方面都是很棒的，所以大家才会想要往那边挤，往那边去。就是全世界，大家就像日本东京，像美国，对不对？就是为什么要去它的纽约，去它的大城市，就是因为那边有很多机会，所以现在就是台湾这边未来应该也会走向，就是个人看法，就走向就是大家都往最繁华的地方去。那你看现在以整个以应该讲说以桃园市来讲，桃园市其实目前很多区域都正在发展，其实每个区域都在发展，但是以目前来讲，应该是以各大因素跟公共建设来讲，真的是青浦这边的建设是最多的，而且它的环境跟规划都是在桃园来讲也是第一。所以你说未来，如果说因为现在青浦目前还没有到成熟期，它现在是属于还算是幼儿时期，对，它当然比不了像艺文特区，它已经是属于成年期了，艺文特区算比较成熟区。那像整个桃园比较繁华的地方就是中壢跟桃园。巴德还不太还算一般，所以你说未来房价谁会高，还是取决于你有什么东西，就是你这一个区有什么东西。那以青浦来讲，你说未来百货公司、购物中心、公共建设，它应该都会是在桃园第一，就是它的规模跟它整个整体来讲都是桃园第一。所以你说，以后如果假设简单举例，就是啊，整个桃园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大家都要跌价，那你觉得从哪边开始跌？一定是从最偏僻的地方，比如说像哪里，像复兴乡山上，像在哪里，像在新屋区，哦，像在杨梅，就是说你越偏僻的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些区域它的性质很简单，它有可能就只有单纯的居住，有些是因为就业的原因，但是主要还是看繁华程度，对，所以以目前来看的看法是说，房子会不会跌？其实房子会跌，但是也要看区域。那以桃园来讲，那没有什么觉得，至少青浦这边的房价比较抗跌。那你说它会跌价，那以后会不会涨？会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想，如果当桃园市的人都开始喜欢青浦，后来觉得青浦环境好，桃园市的人他们纷纷都来青浦这边就买房，或者是换屋，那青浦这边是不是热度就起来了？那再来，你看现在青浦这边已经有三北的人，台北、新北、竹北的人来进行自产，来进行购买，因为他们都看好青浦的未来。那你想哦，未来如果真的房子跌价，那青浦这边又有买气。因为你，当你真的要买房子的时候，其实人家最后考虑的还是生活机能，对，还是生活机能、交通便利，对，道路交通，还有就是公共资源，就是主要是这几个大项。那你想，人家会去买复兴乡吗？不会。所以未来房子会跌价，但是也会涨价，有涨有跌。但是你只要想，只要通膨，就是只要你的钱越来越贬值，那房子就一定会越贵。所以房子会不会跌？会，但是还会再涨。那至于现在是不是买房的好时机？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自住，你有自住需求，那任何时候都是好时机。为什么？我简单一个例子，我有朋友他在2017年的时候，他手上有500万现金，那时候在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，他想要买房。
后面因为他觉得房价有可能会跌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电新闻或者是一些媒体人，他们有可能会分享，有些都会是说，有些人看好房市，有些人看不好，不看好，所以他一直觉得台湾应该房价会跌，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出手，就后来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到现在，他手上还是500万现金，但是现在他要买房，因为他还在桃园嘛，他现在买房他买不起了。以前的时候，当初就是他有跟我讲要买房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没有资金，先入手在青浦这边，那时候才700多万，便宜点有可能600多万就买到了。那你像那时候的八德扩大从化区才500多万或400多万，就是整个桃园的房价都很低，那时候只有用特区比较贵，那是在桃园这边，你在任何区其实都600-700万都能够买到房子，就是。多，就是在大致上是在价格区间，就是我的朋友现在有500万，现在如果说要再买房子，其实压力是很大了。以前500万买房，他的压力又很小，现在500万你要买房，压力就很大，所以他现在更不敢出手，也不敢进行购买。所以如果自住，什么时候是好时机？就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，你能力能够负担。那时候其实就该买的时候就是要买，你不要等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那当然也有人会说，那 Miss 你说想买一定要买，后来但是如果今天跌价了，对，没错，有可能在不管在任何的时段去买房，有可能你买的时候是涨的。有可能买作是跌的，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，你一定要买在一个，如果说你有预算、你有能力的话，你一定要买在比较抗跌的地方。简单举例就是像中坜区，中坜有市区，金华区就是在搜狗百货或者是在火车站附近，算中坜的闹，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。那你如果要买在中坜很偏僻的地方、很偏远的地方，那你说以后？涨还是跌的时候，哪边的抗跌性比较好？这就类似说，你现在如果要在桃园买房，你想要买抗跌一点，你不可能去买复兴乡或买在大溪，这是举例嘛？所以买房最重要还是供跟需，就是供需的问题。如果今天你买在市中心，而且是大家都，就是如果大家都想要往市中心去住。去居住、去购买，说那有买气、有需求，那这地方就会抗跌。所以，Miss 的想法是的建议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有买，就是你有买房子的需求，那其实什么时候都是好的时候。对，那当然自己就是要去衡量一下自己能不能，重点是买房之后你要能够负担得起。那也有，就是说不要因为。突然，如果有发生那什么样的情况，导致你无法去进行支付所有的房贷，如果说没有这个问题的话，那买房子都是一个好时机。那以上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有人愿意跟 Miss 分享，那 Miss 也很希望能够，进行采访，或那多去聊聊你的看法，就是想要去进行更多的交流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。继续支持，没有事就拍摄的影片跟分享，那拜拜。